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豹子腿方长勇。今天跟着我们海秋岛日记的团队，我们大家一起去要露营两天一夜，在新竹。我现在在开车往新竹的路上，看一下后面那一位。我是睡过位，睡着了。他为什么多了一个小孩？超小帅，他今天坐我的车。就他还没睡着，你老婆就睡着了。他只要上车，他就是睡觉。那很好，下车就尿尿。等一下，我们要到那里再见面了。我们到了，在那里。再看这个，你在干什么？我们先进去里面看看，我们的房间是哪一间？那一间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仔仔在里面。仔仔在哪里？仔仔在里面。是吗？那你打开我看看。看不到。好像是这样哦。哦，仔仔你怎么在这里？仔仔你坐车先来了。走进去看看。哇，这是我们今天的房间啊。本来应该就是那种睡地板，自己搭帐篷，结果有床欸。有床不是床，有床，很高级的感觉。哇、欸，他、哦、床很软，而且他还有冷气欸。他搞不好有暖气。哦，有可能哦。对，真的蛮冷的。不行啊，走啦走啦，我们出去外面。你哎，你在干嘛？我跟你说，我们今天可以去这里拍照。你看这好漂亮哦！拍照？你来到这么高纬度的地方还要拍照？当然要拍照啊！不然自己要干嘛？度假玩拍照？对，度假跟玩是没错，但是有拍照吗？有拍照，你要出门就要拍照。四点起来好不好？四点应该看得到曙光吧？四点起来看山猪是不是？等一下，好像有人在叫我。干什么啦？对啊，刚刚阿里在洗，我们是轮流分工合作。阿里，你去那边坐，问他洗。怎么了？你在干什么？跟我们一起玩小东西。跟着你玩一起小东西。滑草。滑草哪里有草可以滑？那里。哎，爸爸，这些小朋友叫我带他们去滑草啦。本来是想要洗菜啦，辛苦你了。就这样了，我也没办法。那我们就先走了。哎，你不要那么激动。我觉得我们这次来啊，我们就一次增加了三个小朋友。我们是幼幼班的，对，他们各自有煮菜的，有采买，然后我们就是幼幼班的。因为你自己也是幼幼班的、啊，你才是小屁孩，你才是大屁孩。哦，这里哪里可以滑草？滑草不是要从高的地方滑到低的地方吗？那边可以。这边怎么滑都是平的。这样子滑，哦，这样叫滑草哦。妹妹叔叔来用我，妹妹拉不动了，快一点，快一点。你儿子好像也想玩哎、欸，他会吓死。现在这个时间就先陪小朋友玩一下。好，我们先回去喝水。那边的小朋友走了，拍照。没有拍照，走了。哎，我告诉你，带小朋友反而累啊。那你要生吗？还是要生啊？那是爱的结晶。看这个王美叔们，就是要一直拍照。那你们去，我不去了，拜拜。没有，我要洗菜。出门就拍照，不要拍了啦。哎，你可以去那边摘水果，帮他们加水果吃。啊，这水果是真的可以摘的吗？对。为什么搞得好像你们家你们都知道？啊？哦，好啊，拜拜。咦，我觉得这里好像才是滑草的地方哎，我们去看看。对啊，你看这里才是滑草的地方，要不要滑？好，你先拿上去。骗小朋友要有方式啊，就全部让他自己来就好了。对哦，完蛋了，爸爸妈妈来了，我要认真一点，我假装认真一下。哦，对对对，很好，对对。哇哇哇！有人这样滑的哦，刚我带着吴浩廷啊，我让他滑下来之后，我拿着他的那个滑板车，我又这样爬上去。你又爬上去？哎，我很累。那你为什么雇了两个小孩，然后少了一个小朋友？他就说带我上来摘水果啊，然后我就发现这里啊，他就屌呀。还没有，绳子卡住了。我刚教你的嘞。我也要去滑草，好像好好玩。没有拍照，我要去滑草，坐着。只有一个要守规矩，就是手不要放地上，因为他在磨，反而会受伤。可是他如果快跌倒怎么办？就让他跌都不会受伤。手不要放地上。怎样？好可怕！从这里看上去还好，从上面看下来很恐怖。
下河都给我去。好玩吗？好玩，那真的会翻三圈。你今天玩得开不开心？开心。我们回去吃饭饭好不好？哎呀，订阅谁的频道？大大杨叔叔的频道。成功收买了一个小粉丝。我们现在要去准备今天的晚餐了。晚餐。哎，要不要喝？哎，那就快喝。哇，这个在家里都不洗碗的哎，跟我说我的人生从来没有洗过一次碗。那你现在在干嘛？这个团队。那这样子以后回到家你也可以洗碗啦、啊。那你为什么都不洗碗？因为我不想跟你抢工作，因为这是你的工作。因为那个我们家衣服是常常在洗，然后碗是我在洗，没事的。夫妻就是互相嘛。那个洗锅子的太久了。你说玩什么？玩躲猫猫。那你先去躲，你先不要躲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晚上啊，躲啊被抓，他都抓到你没有带牙齿出门。哎、欸，这是你耶，你都忘记带牙齿出门了。我数到十，你先把我自己的眼睛装起来。开始。你要去装吗？不要，看看你躲多久。哎、欸，你没有来抓我。我还没数到十啊，不信你自己看影片。等播出你再看。好，我眼睛闭着，你去躲，你也要去躲啊！我数到十哦，躲好了没？还没。到底好了还是还没？那我再数到十哦，一。哦，漂亮啊！你妹妹要跟我躲一样。你说我是谁？他们俩叫我了。没关系啦，再去躲一个新的地方就好了，好吧？你们进去叫教练叔叔起床，好不好？好。起来。昨天晚上我是不是睡觉的时候有人要来画我？对啊，你本来就应该被画，大家都还在玩，然后才第一 round 而已，你就醉了。你这样对得起他们吗？那就酒醉了。然后最早睡的人还不早点起来帮大家弄早餐，那你现在是不是应该去帮大家用一下早餐？我就帮人家服务一下，大家要跟着我吃完。好，你吃完大家都吃完了，还有力量。有关于我们昨天晚上我怎么酒醉了，就到主频道去看。在干嘛？在干嘛？你为什么带着他？你想给我抱抱吗？我们这样对吗？你说要干嘛啊？打羽毛球。好好，我陪你去啊，一定要抱你哦，一定要走走走。偷拍，偷拍，偷拍，那怎么办？好，走。哎，我看见本。拍不下来了，你要怎么打羽毛球？这样子抱着打好了。怎么打？一边打一边抱着。啊，抱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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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两天一夜的露营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很好玩。对啊，其实这是给你大石头。喂，小朋友就是这样不受控。这也是刚好就艾甲他们又有小朋友，让他们带出来之后他们放下，那我们刚好来体验一下当父母亲是什么感觉。小朋友真的好累，而且他们说群体活动很恐怖。又是不受控啊，随便你了。其实我们出来露营，我是觉得蛮好的，希望下次还有这样的机会。喜欢影片欢迎订阅、再分享，并且打开小铃铛。我们这一次我们都有团员来到这里露营啊，都有各自拍各自的影片，所以你们都可以到各自的频道去看。去吧，影片看方潮勇耍废，看方潮耍废。对，你看，你看又来了，怎样？怎样？又来了，又来了。要订阅谁的频道？最好吃的一部分。被我收编了。哈哈哈哈哈。